大家好，今天呢，就我接到一个朋友，一个咏春拳的朋友，问我关于内劲和这个势的问题。那他是在看完我这个关于徐小东先生与魏雷先生比武那个视频之后，问我的。他的这个问题是说，可不可以我们别管什么是不是，我们既然有这个内劲，有这个寸劲，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杀伤力很大的劲，去制服对手。比如我们练内家拳，我们就用这个内劲去制服这个去伤这个制服这个徐小东先生。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那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到底在这个人工这个人体工学和这个物理上到底是可行或者是不可行。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要知道一件事，如果要说打斗实战，那我们的祖宗老祖宗戚继光将军，他的这个前经这里写得很清楚了，主要在实战就是势，所以必须要势势相成，一敌直胜，变化无穷。他没有说什么劲内劲那些东西，因为这个势是基础。好，那我们打一个比如，就是我们最好的内劲，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防御这个导弹，洲际导弹的飞弹，那就是说别人发一个这个洲际导弹来，我们用这个防御的飞弹去拦截它，把它在这个空中打掉去，那这个就比喻说是这个内劲。好，那问题现在来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这个飞弹我们就要拦截这个导弹的飞弹，是安装在飞机之上，飞机是在动的，在飞机之上。好，那这个对方的导弹洲际导弹射来，我们这个飞机在飞，然后到了那个范围之内就发射这个飞弹去把这个导弹打掉去。好，好，问题就在说这个飞机是在飞的，在动的，所以这个洲际飞弹打过来的有一个势，有一个动量，以物理说这个动量，英文 momentum。 我们的飞机在飞的时候也有一个动量，那是我们自己的动量，我们的飞机，然后在飞机上发射这个飞弹去拦截这个导弹。那如果说我们只管这个我们的飞弹，而不去掌握这个飞机飞的时候的这个动量，这个势，那这个飞弹要你说要去拦截这个来的这个洲际导弹，那个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哦，那我呢，现在用这个比喻先来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内劲、寸劲这些，比如这个飞弹，拦截飞弹，那可是我们的身体就好像那个飞机，那这些都是势，所以这个势要可以掌握，要可以了解。不然的话，我们谈这个什么飞弹，用拦截飞弹去拦截它的导弹，那是行不通的，那个是会让人家笑到大牙的，因为自己的那个这个势，这个搞不通，那其他的就不必谈了啊。如果是可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老祖宗戚继光将军就不会写这一篇。哦，然后第二点是这样子，所谓的切磋比武，这个
不是这个有这个深仇大恨，你说要用这个很重的手法去伤别人，那个事实上那是不应该的。那真正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功夫，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咏春拳这个少林短打里面的拳诀里面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紧衣门墙，紧衣门墙就可以把它封住，你不必伤他，你封住他。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掌握得很好，你可以封住他，哦，然后这里说无仇为良，结应变幻，无仇为良。在玩这个事，这个技术的高低，在玩这个事，无仇为良，心里不要存有这个仇恨的心，那才是对的。那这里说随癫随狂，就是说任应自如。那这个在事上面的这个操作，这个事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说武是止戡嘛，不是要来打人杀人的事情，是要用这个武来止这个暴力。那这个在理论上这样讲，所以我们说了这个事情，这个是戚继光将军的1560年的，这个是少林短打的1784年，哦，那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祖先所传的就是这么回事。那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这个事啊和内劲这些东西的看法。好，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以这个科学，以物理学、人体工学来先谈这个所谓的劲，长劲，它整个身体整个动量是很大的，这个身体这个冲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洲际导弹整个冲那个力量相当大的。那至于说是所谓寸劲是一个脉冲，从这个地方很接近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发，而不是这个发法。所以在近身的时候不是用寸劲打，咏春拳是这样打法啊，短打这种打法。好，现在呢为什么需要试呢？就比如说好，我可以打长劲，我也可以打短劲内劲。这个内劲寸劲是在英文是叫 impulse， 就是一个脉冲的动量，它可以透刺透入性很强的，这个就好像给那个车撞到，把整个人推，当然力也是相当大。而是这个之所谓的短劲、寸劲、内劲，是一个穿透力的劲。那这两个劲，当然你说我现在身体不动，我可以演示这个，或者示范表演。长劲，你看多的力量多大，我这个透射劲可以透多深。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在实战的时候没有人是站在那边二字前样马冲锤，没有这回事，都是在走动在打的。好，比如说要入身，一入身这些都是好像这身体好像飞机，那打这个劲是好像在这个飞机上面的导弹。好，那这个说这个势就有两个势，第一个是对方攻击我的时候这个势向我冲来，这个势第二个势叫做背景势，背景就是后面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说要在移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重
有一个动量，我们自身的动量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就比如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它有自己的动量。那如果说要发射这个飞弹去拦截那个洲际导弹的话，对方洲际导弹的话，那要考量这个飞机的这动量，就这个要考量的。所以在现实中，那比如我们发这个，就是我们的冲水，不是站在这个地方冲，真正的时候，这个冲，这个身体动，那大家可以这个体会一下，比如我们身体这样跳动，向前向后跳动，你看它有一个势，是我们自己要，或者是一个动量，是我们要掌握的。我们如果不掌握这个势，那这个是发不出去的。不要说发不出去我们的内劲，连我们怎么样这个避开对方都没办法，哦。所以当对方的势来的时候，他是向我们往我们冲，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自己的背景的势，然后去怎么样的去这个掌握时机。所以这个势本身是相当重要的，一般呢，大家这个练套拳，练这个套拳，这个战死的，就好像这个飞弹放在地上，那事实上在作战的时候，这个不是这么战死的，是要往前往后走，那有步伐，不同的步伐走法，那个有那个势，而且这个势，这个动量里面它有它的惰性。比如我们这样走很快走，突然间要转左，这控制不好，操作不好，我们的人是会摔倒的。那个是它的惯性，这是势的惯性，或者是动量的惯性，那这些都要训练好。如果这些不训练好，光想什么内劲寸劲，那是做白日梦。为什么呢？比如他往我这里冲，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势，啊，这个背景的势，我没有办法操作好。他打过来了，他的这个势冲过来了，我接不了这个，我接不了他的来势，会造成什么呢？我向后退，那退一步就已经变成什么呢？他连续攻来就变成什么呢？兵败如山倒，那肯定挨打。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势在动中，那当然在这个搏击里面，在实战，没有人站在这里，这样好像那个电影叶问的那个电影叶问咏春，你开玩笑，大家都是封住这个身体，锁住这个身体，缩起来蓄这个势，准备冲进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对方也会瞄准你，你也不要他瞄准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忽然间一来，马上冲进去了。那个是要控制，要掌握自己的这个背景，背着背后，景着景象，好，这英文说 background， 入身，好。所以这个惯入身，在这个入身。这些事如果控制不好，你说我们谈这个短进，那没用。那真的这个事弄好了，一入身，我在这个情况，我可以谈他，可以打他，或者是我不必伤他的。为什么呢？我们就所以说那个诀上面说，紧一门墙。什么叫紧一门墙呢？这个前手是前门，这个后手是后门。我冲进去了，我入身了，我把这个封住了，它打不出来。我把这个中心轴控制住，在这个时候，我可打它，可不打它，可以摔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哦，那就是玩势法。所以，如果说这个势，我们不知道说，哦，对方的来势和我们自己的背景的那个势要
自己操作，就像我们的飞机在飞的那个。那我们光谈说这个，我们有这个飞弹可以拦截它或者什么什么，那个根本就不切实际的，在物理上面它是不可靠的，不能实现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这个了解，要练识，要知道对方的事，要知道怎么掌握自己的背景的事，因为一直在移动的。你有不同的入法，比如说你直冲、垫步直冲，或者是以闪为进的，它都有一个这个身体，它有一个惯性，有一个动量的惯性，有一个动量的这个背景的动量要去解决的。因为比如说我要这个，它冲过来的，我要以闪为进。那我的身体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那我要解决我的背景是，那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有受过这个事的训练，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入身，在这个地方，那就要从这里入身。它有它的在那个地方的微妙的转换的。那如果说对这个自己的背景的动量和势没办法掌握，对方一来，那我入不了身，那怎么办呢？就往后退，那就兵败如山倒。他再冲多一下来，因为我一旦退，我就失势，然后他就顺着那个势直打进来。我们试试，一旦试那个动量，试那个势，要再拿回夺回那个势就很困难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入身，就要可以很好的用那个势。那我们的木人桩，有春木人桩，就是要练那个东西可以入身。那这入身之后，这个打不打入身了，比如说这个入身的，这个冲轴冲不冲那是其次，因为伤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还是不要造孽不伤身好。你依着他紧依门墙，你就控制住他了。所以如果不依这个老祖宗说的，把这个事练好，我们不要谈这个内劲寸劲这些东西，那个是讲了被人家笑。就好像我们讲说我们要拦截什么飞弹，拦截什么飞弹，可是自己连飞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怎么样又把这个飞弹放在我们的飞机上去拦截人家的导弹呢？办不到的。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练拳有练这个势的，就一定要移动的，不能站在那边打套拳，然后就是表演这个我的这个寸劲，那些东西那是叫表演。在真实实战上是更要深入一层去控制这个势，掌握这个势的，不然呢就不行。事实这个就是如此，这个是合以物理学和人体工学的。这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哦。那对不起，我的中文说的部分不好，所以每次都要想要用什么词。